Torn asunder, giving me liberty.
桌前写下。
让我们整整齐齐的读，要把耶和华的名的荣耀归给他，要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你们准备敬拜耶和华了吗？好，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敬拜。Thank you.
心来赞美你，他的美好，主啊，我们欢喜的进入你的殿中，主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一切的颂赞都归给我们耶和华，主啊，因为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们颂赞。主啊，当我们在高举双手敬拜你的时候，当我们在唱哈利路亚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求主带我们进门至圣所，让我们以敬拜和赞美进入你的院中。主啊，感谢赞美你耶稣，谢谢你，这时刻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
停颂赞，从你直到你尽，万民万人献祭。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刘牧师还有贵教会给我这个机会到你们的教会教堂来，一起来敬拜侍奉我们的神。实在只要感谢神的恩典，以便以谢播道会成立至今已经有9年的历史，而在2017年1月1日，我知道贵教会就搬来这个聚会所，开始了第一次的崇拜。如今有了自己的圣殿敬拜神，这是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相信这一直走过来的路是不容易的，然而神是以便以谢的神，因为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因此呢，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以便以谢，耶和华神的帮助。那既然神帮助我们建立了这所的圣殿，那又有何意义呢？我们就要从所罗门他建立圣殿之后举行的奉献之礼，我们一起来探讨这样的一个圣殿的意义何在。那我们一起来看历代志下7章1-5节。历代志下7章1-5节，请大家听我念。圣经这样说：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王和众民在耶和华面前献祭，所罗门王用牛22000、羊120000献祭，这样王和众民为神的殿行奉献之礼。那各位弟兄姐妹，当圣殿竣工之后，我们看到所罗门王他为全体的以色列民设立这个晚宴、这个宴席，来进行这奉献之礼，向群众致辞了之后，我们就看到所罗门王他祈求上帝特别的降临在已完成的圣殿之中。原本这个圣殿的目的，要建立起来的目的，就是要让神永远居住在当中的。可是神却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在历代之下6章1节，那里有给我们交代说，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我们看到，其实我们都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他可以是在这个圣殿里面，他也可以同时在别处。所罗门当然都知道神的居所是什么，因为他在历代之下的2章6节那里有给我们交代，他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的，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吗？不过在他的面前烧香而已。当我们看到所罗门这样的一个说的时候，我们才看到原来献殿里的焦点是围绕在圣殿的祭祀和烧香的事宜方面，而不是堂皇的教堂。很多时候我们看太重了，我们感觉到这样的一个堂皇的教堂是非常的荣耀神，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烧香在新旧月的时候被列为是祷告的标记，这是圣经给我们看，给我告诉我们的。而圣殿常常被描述为祷告的殿，那因此呢，当我们论到圣殿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恩典的降临和信心的回应，这是神与人之间的相遇。而当我们论到祷告的殿的时候，就会想到是神人沟通的所在。从这个观点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圣殿礼仪牵涉了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有关神，而另外一方面是有关人。在人方面的里面，就牵涉了有关牧者和会众的角色。这可能是所罗门所献殿的时候的致辞和祷告中给我们看出的。那因此呢，这也反馈了贵教会踏入了这九周年的里面，我们要重温的两个重要的角色。我们要先看的就是圣殿中牧者的角色。那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认识，到底圣殿中里面牧者的角色是什么呢？当所罗门王他在献殿的时候，召集会众宣述他的致辞，以及代表他们会众来向神献上祷告之时呢，他其实正在扮演一个牧者的角色。这正是刘牧师他在每周日带领会众一起进行崇拜的聚会一模一样。他要向会众来致辞讲道，然后也要代表会众来做牧导的工作。所罗门他在献殿里召集会众是要与神来相遇，目的不仅只是要称颂神，且是要来祝福百姓的。试想，那作为一国之君，他竟然愿意为着百姓的好处来付出关心，那这显然是一个牧者的心肠，也是我们做牧者和领袖应当要效法的样式。今天从一个广义的角度来看，我们任何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群众的工作，那无论是我们的小组小组长，或者是区牧区长，或者是一个在主日学里面当主日学老师，甚至是查经班的导师，或者是团契的导师或者团长都好，那我们都是类似的牧者。因此呢，我们看到说，因为神托付了这一群的人给我们，我们就要好好的来牧养他们，来关心他们。那因此我们从这里看到，我们就必须要好好的来照顾他们，常常为他们祷告，祝福他们，使他们无所缺乏，满有上帝的恩典，就正如所罗门王为百姓来祈求来祝福一样。我认识一位印尼的牧师，他也是我神学院的校友和我的学长。那他跟我分享说，他自己本身侍奉的一个经验，他牧会的一个经验，而是我可以向他好好学习的。他说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早晨起来花两个小时的时间，个别的提名为他300多名的会友，一个一个的提名为他们祷告。而在一年下去的里面，他对他的羊群都完全了如指掌。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是让我做一个牧者我可以学习的。我们能够可以在每一天的里面，一个一个的为我们属下的羊群来个别提名为他们祷告，然后让他们能够经历到神的祝福、神的同在和神的关爱。若我们仔细的来观察所罗门的献殿礼的时候，那我们就必会发现到那些真正被高举的不是人啊，而是神。很多时候我们却以为我们很了不起、很重要，但是我们看到所罗门他把神放在首位，
他求神来充满和同在，他也要彰显神过于彰显人。可惜的是，今天在教会、在圣殿里面，有许多的牧者和领袖们都很喜欢高举自己，在意别人的称赞，要显得突出，这是掠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真的是要从这里面看到，领袖必须要谦卑来服侍神，不是要在乎我们有多厉害、有多好。有两只的青蛙，他们在草丛里面来玩耍，而一只是非常的高傲，常常喜欢抢功劳，说是我是我。那就在玩耍的当中的里面，就因为天气炎热，结果草丛就着火了，把他们围困起来。幸好有一只白鹤飞过，看到这情形，想到了办法，就去叼了一根的树枝来救他们，然后跟他们讲说一人咬一边，他就这样的把他们飞离这个火海的里面了。就在这样的一个在空中掠过的时候，一位农夫看到这种情景，他就看，哇，这样的情形是谁有这么的聪明想出这个办法呢？那青蛙非常的迫不及待的就赶快开口要抢功劳，说是我是我。就因为他这样抢功劳，他嘴巴一开的时候，他就从高空中掉下来摔死了。各位请问，青蛙是怎么死的？是骄傲死的。的确他是骄傲死的。相反的，我们看见所罗门献殿里的首要的部分是要称颂神，赞美神的作为，之后才为百姓来向神祈求祝福百姓。这是一个谦卑高举神为仆人领袖的一个心态。那同样的，在还没有为群众向神祈求任何的祝福之前，那我们做牧者、做领袖的，我们也要有同样的一个心态，我们要必须要谦卑来认识神和知道神的心意、神的旨意什么，以致那我们能够按神的旨意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祈求、来祝福他、祝福他们。那就正如一个正直的牧者和领袖，所罗门对百姓的需要有一个很宽宏的亮度，他为百姓的祈求是广泛的和多样化的。我们的牧者，我们做牧者和领袖，我们也同样需要广泛，也要多样化，来为我们属下的弟兄姐妹来祝福和代求。这是牧者和领袖应当有的角色。圣殿里除了是牧者的角色之外，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角色，就是会众的角色。在这会众的角色的里面，我们看到在历代志的信息在多样化的形式下，带出了神子民在各时各代的里面连结成为一体。那这正如保罗他在以弗所书4:4-6那边提出告诉我们的。保罗在这里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这里其实是在指出说，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信，也只有一主。在现今的时代，在现今的情形底下，我们看到原来以色列上帝的子民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宇宙性的教会了，不再是以色列民，不再是分隔的，而是以色列民跟我们成为了一个教会，只有一个教会，一信一主。
会中必须了解献殿里的一个宗一个运作，不是一个宗教的操练或者是活动。敬拜的人不能单有人为的一个表现。那虽然许多的教会活动还是照旧要进行的，但除非神真正的存在我们当中，否则这一切的活动就没有意义了，只是一个活动，一个社交场所罢了。那以色列民他们会这个整个会众在献殿里的聚集，不是单单只是一种的礼程，或者是唱诗，或者是致辞，这整个的聚会其实是在祈求神的充满和同在，并且也要求会众要有做出的回应。然而他们的信心能否被证实而求得神的满足、神的充满和同在吗？今天有许多的教会的敬拜只有形式化，只有活动，并不是集中在神的充满和神的同在里面。他们把整个的崇拜的聚会变成了一台戏，台上有人表演，台下会众观赏和评断。可是请问神在哪里呢？似乎神不存在，那是很可悲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只是去看戏，所以我们经历不到神的充满和神的同在，而反而是我们在论断，我们在批评，这不是一个好的东西。我们不断地给予评论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我们就不明白整个圣殿的礼仪、圣殿的敬拜，真正的就是求神的充满、求神的同在。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那从整篇的经文来看的时候，神的确存在以色列列民的当中，他垂听了和应允他们的祈求两次，一次是马上即刻的，而另一次是后来的。在七章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在七章一节那里给我们看到的是所罗门他祈祷完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这是神即刻的回应。之后在第三节那边又加强说，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仆石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那各位，这里我们看到这就是会众做出即刻的回应。前面神有即刻的应允所罗门的祷告，而神就充满和降临在当中，接着会众即刻的做出回应来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之后我们来看下去经文，就看到在神在第七章十二节以梦来向所罗门说话，再一次的肯定了这第一次的应允，所以那是两次的应允。那当我们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看到他们常常是悖逆而被神来管教。那会众我们就需要注意一个观念，就是患难起于罪恶，而谦卑的忏悔引致恢复。这是我们常常要记住的，这是信仰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他们悔改，他们忏悔，来到神的面前而被恢复了，得以建立圣殿，神就应允了他们的祈求、他们的祷告。而当我们看到神具体的应允以色列人的祈求的时候，各位，我们也同样可以具体的来向神祈求。然而
我们的祈求必须要按神的旨意，而不是按我们的心意，这样才能够看到神应允和充满，还有与我们同在。那是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给我们教导的，在那里圣经跟我们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的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是给我们何等大的肯定！但愿我们会众我们的具体的敬拜，不只是体验到火焰和荣耀，我们更是要知道如何能够按神的旨意来祈求。这就是会众要学习在整个圣殿里的意义了，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而我们看到了，认识了圣殿里所牵涉的牧者和会众的角色之后，接着下来我们也看到，原来背后是有一位以便以谢的耶和华神的帮助，我们也就必须要把神引进来探讨，因为背后有着以便以谢耶和华神的帮助。圣经在撒母耳记上七章十二节这里给我们看到，给我们说，撒母耳他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以便以谢是帮助之石的意思，因为这座纪念石碑是在提醒犹太人说，神到如今都帮助我们，并且如果他们信靠他，遵守他的约，他今后还要继续的帮助他们。你看，这是何等好的一件事情，神给我们的肯定。神说，当我们肯依靠他的时候， 即使是在过去他这样的帮助我们，现在往后他也继续要帮助我们。我们要留意到如今，到如今这三个字，这三个字它可以是指过去的五年十年，或者是七十年八十年的光阴。那今天贵教会已经踏入了九年的历史了，不管过去的日子是多少，确定的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那即便以便以谢播道会在过去的里面，或者是贫穷或富裕，或者是尊荣或羞辱，安舒或者是烦恼，快乐或是悲伤，患难或是得胜，祷告或是试探，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只要我们肯仰望依靠这位神，他从亘古到永远，他都确定会帮助我们的。阿们吗？回顾我们教会已过的岁月，九年的历史，我们看到头上满了恩典的青枝，慈爱和信实的巨大的足梁支撑着贵教会，树上的小鸟都会为着贵教会到如今所得的恩歌唱个不停啊！我们实在是要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到如今，另一方面也是指着前瞻。当一个人来到了某一个阶段的里面，他就会注明说，到如今这个地步，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等等等下去。那我们的教会也不例外，可以注明说，到如今这个地步，前面我们还要怎么样走下去呢？或许贵教会还没有走完，走到终点的里面，前面仍有一段我们需要走的路程，还有更多的患难，也有更多的快乐，有更多的诱惑，
也有更多的得胜，有更多的祷告，也有更多的应允，有更多的辛劳，也有更多的力量，有更多的征战，也有更多的胜利。当我们看到整个教会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到如今耶和华必定帮助我们，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仍旧还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放弃，九年的历史已过了，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我们继续走下去。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生命旅程就好像是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就随着整个社会的潮流而逆行，我们千万不可以放松而停顿。当我们就不断地往着这个逆行的里面来冲击下去的时候，各位，我们很容易被这个 逆流而冲断，而 打断我们，使我们继续的来往后退。当是这样的情形发生的时候，我们的灵命就会倒退了。所以我们要同心的协力，靠着主的帮助勇往直前，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当我们在教会侍奉的神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代过去，又有新的一代起来继续的服侍下去。这样一代过去又一代过来，最终我们都要复活向神交账的。然而我们无需要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无论到哪一个的地步，耶和华神他必帮助我们。所以最终的里面，我们看到复活以后，我们就有耶稣的形象，有宝座，有金琴，有诗歌颂词，白衣，有耶稣的恩面，有圣徒的相交，有神的荣耀，还有也永远的丰富和无限的福乐都要赐给我们了。然而这一切的领受，是因为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感谢神的恩典。那因此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当刚强壮胆，存着感恩的心，举起你的以便以谢，借着接受前面所要面对的面临的一切的挑战，因为那位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他必然仍旧的会帮助我们勇往直前，去面对教会和人生的一切的挑战。只要我们紧紧的来跟随耶稣基督，信靠他，他必定会让我们体验这句话的真实。相信这也是诸位的牧者、领袖和弟兄姐妹的心声，是吗？在结论的里面，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他在他的家住家的每一个的墙壁上，他都挂着的一个牌，而这个牌上面是写到这样的一个字，就是以便以谢，耶和华以乐，以便以谢，耶和华以乐。你到他每一个的墙壁，你都会看到他会注明写好这样的一个牌子。而当我们把这个整个的希伯来词语合在一起来看的时候，原来他的意思就是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而从今往后他也必看顾。哇，这一句话何等的肯定，何等的激励人心。我们看到这是对我们的信心是一种的激励，让我们不至于气馁，不至于放弃，因为上帝会到如今继续的帮助我们，而从今往后他必要看顾我们到底，所以我们可以勇往直前。各位，今天当我们听这些话的时候，愿天上的
恩光开了我们感恩的眼，叫我们看出到如今这三个字是多么的荣耀和奇妙，让我们到如今也继续的信靠这位真神吧。这就是以便以谢了。那各位，现在这里有三个问题要给你们，在你们的小组的时间，或者甚至是在你们的家庭里面，你听了这些信息，你可以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小组的人一起来探讨这些的问题。而这三个问题，这里给我们说，你目前在教会的岗位，或是一个牧者领袖，或是一个参与的敬拜者，你会如何的改善你可能有的错误的观念和态度呢？让我们能够可以在家里面继续的来探讨。那些读英文的你们可以自己念。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从今天起你要怎么样的来实际的活出以便以谢的原则，例如以神为中心，或者是要放下自我，又或者是要操练对神的信靠等等，你会怎么样做？最后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惯常以来常常要去思考的问题，那就是透过今天的讲道信息，神今天对您说了什么话呢？让我们安静来思想这些的问题，甚至是跟你的小组的成员，或者是跟你的家人一起的来分享讨论这样的课题。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感恩，感谢主你的爱、你的恩、你的同在。因着我们的圣殿已被建立，你也充满在整个会所，你也要与我们同在。往后的日子，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程是如何，但因为我们有以便以谢的神，你必要与我们同在，你也必要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完人生的旅程，走下去以便以谢播道会将要前面走的路，以致我们看到你必会看顾，你必会赐福我们世世代代的子孙，而让他们能够继续行在你的道，也让他们能够蒙你的赐福，让这个教会成为你的荣耀，让这个教会为你做光做眼。求主恩待赐恩赐福给教会以便以谢播道会，因为这是你给他们的名称，你告诉他们你必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走完人生和教会要走的路程。我们为此献上感恩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愿神赐恩赐福给大家。
我的盼望只在乎你。谢谢我们的叶牧师带给我们如此及时的一个提醒，就是一变一谢的神在以前九年前怎样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九年跟以后的日子，我们一变一谢的神依然会帮助我们。因此我们要继续的选择依靠我们这一位真神。现在是家事报告时间，再次的欢迎在线上和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们，还有我们线上的新朋友们，希望你们在我们当中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有得着。感谢主，让我们教会每一个礼拜天我们有这个一起祷告的时间。今天要谢谢我们的秀琼姐在我们的手机平台上带领我们一同的来就是祷告。下一个礼拜天呢，我们的祷告将会在线上 Google Meet 的方式。每一个礼拜天牧师都在这里鼓励你，还有包括了我们的组长们也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还没有参加我们的这个线上的这个祷告呢，欢迎你下一个礼拜天10点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同个时候呢今天崇拜过后就是呢我们的就是有这个线上的团契，针对刚才我们所聆听的这个信息有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起的在线上我们彼此的分享你在这一篇的道里面呢你的学习跟领受。还有现在我们的生命塑造课程已经开始了，然后每一个星期一的晚上8点到8点45分由杨丽丽姐妹所教课，欢迎线上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一同的在明天晚上的时候呢8点我们准时开始。现在是感恩十一奉献时间，再次的要存着感恩的心敬畏神的心，我们不单是听到，我们也要行道。我们这个奉献呢，是给基督徒一个蒙福的一个管道，也是我们敬拜的一环。因此，让我们从这个感恩的心，晓得我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在这段时间，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你们可以上网户口转账的方式，或者是 PayNow， 若是你要开支票的话呢，你也可以就是邮寄到我们的教会的地址。好，此刻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表达我们对于神的这个爱，同个时候呢也履行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本分，将那当纳的十一奉献献给神，让神的家有粮。好的，现在让我们领受祝福。亲爱的主，我们再次的感谢你，透过今天你的仆人叶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让我们晓得一变一谢的神直到如今都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晓得我们牧者我们信徒领袖包括了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的殿里面我们都需要各尽其职。此刻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我天父上帝的慈爱，我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弟兄姐妹们，现在是线上团契时间，你可以按着这一个你所收到的那个连接号码呢点击，现在我们就有这个短短的30分的这个线上团契的时间。好了，我们在线上见，主赐福。